住就幫阿觀眾阿姑啊，佢想問3690啊，佢話佢冇貨噶，想入啊嚇，想問3690個支持位喺邊嘅咧？呢只咧，其實咧嗰個嘅波幅方面咧，都係比較上係犀利嘅。咁啊3月嘅時候咧，都係100蚊送跌啦。咁咧就咧高位咧就升到上去咧，6月9日咧就已經係咧211蚊嘅，升咗有超過一倍嘅。咁啊跟住而家咧又再調整翻咧，就已經係大概係1.5%到噶啦。咁咧所以其實咧嗰一個嘅波幅咁大嘅時候咧，咁啊就即係入場之前咧就要考慮下咧嗰一個嘅風險嘅承受能力啦。咁啊咧比較上咧合適啲嘅位置嚟到去吸納咧，就175蚊去到180蚊之間咧會比較上係安全一啲。咁啊但係即係都需要去留意翻咧，其實咧就近期佢升上嚟咧，都係咧因為咧受惠一啲嘅國策啊，內地有消費券啊，頭先嗰個嘅購物節咧，雖然就未必直接影響到呢一個嘅美團，咁但係咧上海解封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憧憬咧就多咗一啲嘅本地團啦，即係內陸團咁樣啦，咁咧就咧變咗咧就對於去酒店啊旅遊咧係會有一啲嘅憧憬嘅幫助喺度，但係都係同阿里一樣啦，你啲消息消化曬嘅時候咧，短期係咪再有一個嘅上升動力咧？咁可能咧都係咧有一個嘅疑問喺度。